听说睡觉时拔头放温水里会尿床，我也来试试。这啥情况呀？这也没尿床呀，难道是时间不够？再等一会儿，看，睡得多香啊！我就不信了，再等一会儿看你能不能尿床。一会儿再加点温水，10分钟后，这回看看尿没尿床。嗯，没尿啊，啥情况啊？这也没尿床呀，再等一会儿，跟他说，你这干什么？你这干啥？你这干什么？啥也没干呀。那个水不都手放水了吗？我看你那啥手脏了，我给你洗洗啊。给我洗手？你手不知道搁哪蹭的，全是灰。完了，我给你洗一洗。好，洗完了我端走吧，睡觉吧啊。